阿信当石头，你很可怕，担心叫出邪恶。五月天记者陈慧琳，桃园报道。五月天 Mayday Just Rock It 蓝 Blue 演唱会今25晚耶诞节继续在桃园国际棒球场举行第四场，主唱阿信对满场 2.5 万名粉丝说，你们有福了。正当歌迷充满期待时，阿信笑说，因为今天我们会早点结束，大家可以去续摊，是不是很贴心。阿信笑说，耶诞节来听演唱会的歌迷有福了。相信音乐提供，玩笑归玩笑，阿信说大家买到票蛮辛苦的，但还是希望大家唱歌时有条件，就是唱大声点，没办法，人生就是这么难，会唱的表示大家都是很死忠的。随即话锋一转归歌迷，大家号称舞迷，可是昨晚看到萧敬腾就起萧，怪兽说，没办法，他名字有萧。阿信跟歌迷说，如果今天晚上大家唱很大声，就地开 party。阿信，我们的默契比当初大幅进步 5%， 在没有沟通的状态下下歌，如果有不一样的就惩罚我们多唱两首。石头跟歌迷说，今天已经第四天了，你们还是一样热情。后台等待时，经纪人给了一叠照片，有我还有台上几位，不是平常宣传照，而是巡回私下的照片，有些搞笑，有些感伤，过去回忆一一涌上心头，就像不同时代，我们唱的歌，你们大声和着。玛莎说，这些年下来，五月天好奇为什么演唱会上也许有人拉朋友来看，不管怎样感谢大家到现场，这些歌也许有些比大家年纪大，希望未来的路，这些歌可以陪着大家一起走。五月天演唱会每晚都有不同笑点。相信音乐提供，怪兽说，耶诞快乐，蛮多人脸上带着要 party 的兴奋表情，我要很郑重告诉大家，你们有福了，因为今天天气不错。他不小心提到禁忌字眼下雨，赶紧改口，吓一跳，这种东西没法控制，今天天气好，声音不会被风吹歪，如果有没听过的歌曲你也赚到了，就当成全新歌曲来听。又说，很高兴耶诞节和大家一起度过，昨天回家一出场馆，自己有点累，车子车窗关紧，但还是清楚听到歌迷喊老板我要盐酥鸡50，一场唱下来3个多小时应该没有声音，但是声音还是很大，希望今天大家看完演唱会出去，全都唱到没有声音。五月天今晚再次拿垒包，还有站起来才能坐等话题开黄腔，怪兽被戳到笑点笑不停。石头也因讲话太多双关语被阿信亏，你很可怕，叫出来的小孩都变成五月天，很邪恶。已经加好友了，谢谢，欢迎加入自由娱乐，按个赞，心情好，已经按赞了，谢谢。相关新闻，阿信昏了，石头就这样觉得吧，石头骑车路线太神，网友愚人节快乐，过年送礼没脚多，送对了才能欢喜过年，石头哭哭被排挤，就近发文者是影音阿信，让300万个陈太太心碎失眠，只因他对 Jolin 做了这举动。稳定花生产地价格辅导农民团体副产地收购蔡依林等年度专辑大奖，紧张胃痛喊 FXXK 叮咛阿信要减肥，五月天推演唱会专辑，阿信电影吊钢丝曝光，五月天邀女神助阵冲冠军，阿信吊钢丝飘帅气，阿信520开放告白，一堆人喊娶我，他却凭中选